们的哟，我是冒险家。好，这个一样是同账号借来拍的，对，一样我没有这个皮肤，因为这是抽那个魔念墨训练之梦呢，走那个什么那个类似大风的格子的树车，帮我拿到这个皮肤，这是一个金皮，而且我觉得非常可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一直以为旁边他那个是什么蝌蚪嘛，但仔细看不是蝌蚪，仔细看是人欸，是小人在那边悠游的，这边好像在游来游去的感觉，很可爱吧？四个欸，我本想说有三只，但仔细下面看一看又有一只，所以有四只欸。红蝶整个输掉，红蝶不是有一个皮肤两个金鱼吗？对，它有四只小人，再将本体有五个小人欸，这个皮肤真的是超值。但是对，要走那个，所以就如果你没有想要拿魔念墨训练之梦的话呢，基本上不太可能会走那个，所以这个算是附加的，对，附加的一个 bonus。好，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五方阵容，入殓师、古董商、冒险家、祭司、囚徒、祭司、园丁、咒士。好，两个祭司欸。OK， 藏宝图快找到了吧？找到啦！好，是不是真的很可爱？那个小人游来游去的感觉，可爱到爆炸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是谁？那走掉了吗？哦，不是，在连接电机。欸，他有连接电机吗？直接解掉，帅，好，走吧，继续走。欸，他后面背的那个箱子里面的人会动吗？如果会动的话，那也就太华丽了吧。不过我不知道，看不到这个视角，看不到。好，等一下要买什么？超犹豫要买什么？怀表，好，买怀表好了。好，后面会不会动啊？我再仔细看，好像是。有吗？没有，应该是没有啦。建模不会这么火吧？这样也太细致吧。好，刚刚仔细看了没有？好，因为小人都在外面游来游去啊。OK， 我看一下，目前祭司在地下室是不是？我来救，交给我，我来无影去无踪，走路感觉很轻松。好，下楼了，是不是要切换传送啊？是不是要来了？有要来吗？来啦，还真的来了嘞！帮忙挡一下好了。来啊，你来打我吧，来吧，欸，刁钻，刁钻，哦，打到我了，痛！赶快走，赶快走，祭司，赶快走啊！我要走，我要走这里，耶！绕回去嘛，欸，直接打掉欸，聪明哦，回去引诱一下，还是一切都是巧合？欸，绝情版，至于吗？哎呦，我被压到，痛！好了，不管他了，至少已经人质已经挨了一刀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我现在，哇，现在是一下半欸，尴尬，要抱我们回来吗？见证友情的时刻。哦，有了，得到友情，我得到了友情，但是附近心跳声蛮大声的，在附近绕可能会过来吧？会吗？好，似乎是。没有安全 safe， 把这个藏宝图用掉，然后一起来破译啊！对，这区只能两个人破译哦，这区真的是很奇怪，为什么只能两个人破译？哎，卡那个障碍物真的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啊！好，我看一下，再来开个藏宝图好了。这区哇，左右逢源呢，红色的小眼睛，恐怖哦！远离他们了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好，这个地方很尴尬，这个地方很尴尬。这边全世界都知道我蹲在这边寻找宝藏吧？好，另一个尽管看到是红蝶，没遇过，希望这场不要遇到，好不好？这场让我快快乐乐走掉不好吗？好，等一下哦，快拿到了哦，这个深度可以哦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看到了，好，拿到了。好，目前还有两台破译机，是不是？欸，这谁受伤？祭司欸，但尴尬的是他被通气欸，所以是不是马上就要来啦？一摸回来，没办法。好，友情，见证友情的时刻就是现在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得打我一下、欸！好，我爱打我，招谁惹谁？是不是来了？哦，这时候如果拼一下，直接。跨过去电车会怎么样？哦，直接用了海神怀表，但是没有用成功，但他没发现，他没发现他雕像打到我了，所以他以为海神怀表用下去之后他就懒得追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被海神怀表瞬间救掉了，真是厉害的海神怀表，
人人都厌恶，应该说尽管都很厌恶，还是要买这种东西。好，止血剂买一下，然后再买个镇定剂。好，受伤两次了，买止血剂应该加镇定剂比较划算。哎，没有啊，没有很划算呢。4000块加一个镇定剂5000块。那如果单纯买个多富林的话，两瓶一个1000，一个1500，2500。哎，哇，差一倍的价格哎，在想什么？可是不一定啊，可以帮其他人弄回来啊，那也不划算呢、啊。啊，对，下次我应该不打算买那个，我下次应该直接买2倍多富林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好 ，OK， 现在飞到了一个古董商，剩最后一台破译机没破译，我这边还有进度宝箱，不是藏宝图，用掉。有没有很帅？马上进度变到几趴？72%，是不是？啊，76%，可以的啦。应该是在监管发现之前，应该可以破译掉。好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可以了。你待我待，你想待我想待，我不想待，我想上去买个东西。好，哎、欸，不是上去买个东西，是在这里买个东西，对。好，买什么好东西嘞？肯定是那个东西呀、啊，那个球，对，解掉了、欸，全部满血状态。好，一个红字而已，要、啊、不要两个红字？好，静观其变，静观其变，我这边等待机会。好，监管很近哎、欸，他这单位是什么啊？单位是公尺还是公分？45公尺吧，应该是公尺比较适合吧，但是好像没那么远了、啊。为什么要纠结在什么单位？好啦，我们现在等一下看一下好了，我觉得他在门口那边守的，看这个数字就知道了。会过来吗？会过来吗？哦，没我的事。哦，好险，好险。顺便可以解乌鸦，是不是？就可以解一下乌鸦，距离已经很近了、欸，应该不会冒出乌鸦吧？可以再拖一回。好，诶、欸，红蝶在那里、欸，是红蝶吧？哇，这一道斩时间还有点久哎、欸，还有50几秒啊，40几秒。好啦，现在他们在纠缠当中，所以我现在过去也不好帮忙，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。哎、欸，乌鸦怎么出来了？不是？距离不是很近的吗？糟糕！为了解乌鸦去开大门，太冒险了。来了，哇、哦！这还打得到我？起跑太慢是不是？脚太短？红蝶要过来了吗？哎、欸，换雕刻家了，太过分了！我要先跑掉了，先跑再说。好，会针对我吗？会针对我吗？心跳声？没有，没有心跳声。哎、欸，有心跳声？他发现我吗？他发现我了，还是我自己给他发现的？不重要，反正应该不会再追过来了吧？好像。好像一直有要追的感觉。哦，来啦！我为什么觉得他不会追过来？应该会吧，多多少少。再加上我只要一下我就倒了。不过我身上有棺材啊，所以是灵柩才对。所以我有什么好怕的？而且就在门口而已耶，我的灵柩，不死之身啊！这时候能不皮吗？好，都在这里了，1、2、3、4、5，一起来跳舞。哎呦，倒了，好，直接反身。有没有很妙的感觉？我就在门口哎、欸，等着复活。啊，我要复活了！神奇的仪式诞生，耶、yeah ！可以走啦，拜拜。好，现在走掉了4个，还有2个。只要祭司刚的祭司不皮的话，应该是能赢。好，但是祭司嘞，怎么没有进去的感觉？哎、欸，都在门口哎、欸，是放弃了吗？好，赢了 ！Yes。